好，那么这一集呢，接着跟大家讲。那么上一集讲了他的学历啊，一看我就告诉他的学历不超过高中。各位，在90年的人不超过高中，那是在现在这个年代来讲，你没有大学就是文盲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一集来跟大家讲他的财富。那为什么我断他这个案例的形容成什么？大家知道肯定是水和金呐。各位，到底是金还是水呢？虽然说你不一样啊，第一个用神是水，喜神是金，那忌火忌土啊，各位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用就是他必须要用的，喜就是喜欢的。为什么要用水？他这个火这么旺，各位你想一想，我们说的有些时候用我的话来讲叫百运不如一根，很多人的案例是。很有印很多，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案例啊，他要找过很多人，我记得他的哦，对，他的日主是癸水，然后他没在下面没有壬子，没有辰，没有丑，然后呢就是有辛酉这一柱，他找过很多人讲，这很多老师，有些人说他要补金，有些老师说他要补水，我说你去看一看，有一句话叫什么？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叫无根应不受，你没有根，就像我们说一个人。你自己不就不行？别人来扶你有什么用？叫烂泥巴扶不上墙，就好比刘备的儿子刘禅一样，有刘备，有那么多人，对不对？五虎上将有诸葛亮，没用啊，他自己不行啊，再多人扶也没用，自己强啊，曹操一样不用扶，他也起得来。各位听懂了吗？所以古书有一句话叫什么？无根应不受生，听懂了这句话吗？各位，这就是古话呀。就是你没有根有印，它受不了啊！听懂了吗？我讲的都是干货啊，干货。好，所以呢，用神是水，喜神才是金。为什么我跟他讲，你17岁以后一出门就遇贵了？为什么这么讲？壬水，各位，这个人财旺不旺？非常旺，谈恋爱谈得早，各位是不是谈恋爱谈得早？这个人坐下为壬子，子是不是阳刃？没错，很多人说老师，这个子水子午不冲吗？阳刃最怕冲吗？没错，而且子午是正冲，我们知道子午卯酉是正冲，正冲，而且有子午卯酉的人怎么样？做事情是比较专一，辰戌丑未冲，他是库是库，这个反而要冲，不冲那个库出不来。这个以前我讲过，寅申巳亥相冲，他是驿马冲，对吧？他冲是相互制约。对吧？里面表示寅木里面的庚金，对吧？里面的丙火，里面的戊土，对吧？它会和申金里面的水金木交战，啊，它互相有损害。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子午它比如子宫这里面只有癸水，这里面有丁火和己土，卯木里面只有乙木，就是四正神，他们叫四子午卯叫四正神，啊，它叫四正神，就它凡是。案例里面有子午卯酉的人做事非常专一，啊，谈恋爱也好也很专一，所以你很多时候黄老师这个人是不是桃花旺？记住啊，你要学会看，不愿意看到很多老师说呀，一个两个老婆，两个老婆，三个老婆。我这前两天我看一个网上很多老师，哎，这个案例三个老婆，我问一下大家，看到三个才是三个老婆吗？我问你，你受不受得了？你的力量够不够？有慈心无慈大，各位听懂了吗？我相信你们也看过，所以要记清楚。以前我讲过很多什么市委书记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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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领导，什么李嘉诚这些保姆司机，为什么？各位，他跟这些人大人物在一起，但是他深入啊，所以他只能在里面当保姆当司机。记住这一点啊，这个以前也讲过很多啊，所以呢。他身弱不担财嘛，各位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案例我就跟他讲，你做事很真一，谈恋爱很真一，你不乱来，你有了钱都不乱来。他王老师好准确啊！他说前两天别人跟我讲不是这么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什么？第一他说是真，第二子午冲，阳刃是冲，只是说他跟他你老婆结婚之后会产生矛盾啊，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啊，已经应验了啊，已经应验了。而且我跟大家讲，这个去年离婚了啊，去年那一年，去年离婚，为什么去年离婚？大家就想一想啊，我先讲，所以说记住啊，这个人一点都不花哨啊，非在爱情这一块很专一的啊，非常专一。
这个人为什么说甲生大运很好？甲木基本上没什么用，你看甲坐在身上没有用。第二，甲这个甲如同稀释，甲是什么？甲是他的食神，食神就是口才，所以这个人会讲话，但讲不到位，你有没有听懂？但是所以呢，申金就不一样了。申金第一，神子辰是不是和加重了水的力量？第二个，两个根筋有力了，各位，两个根筋有力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印就来受生，所以他从十七开始，他就开始出去上班，啊，上班之后呢，就遇到贵人，像刚开始帮别人，啊，帮别人从事金银珠宝之类的。啊，金银珠宝为什么是金呢？各位，为什么是从事的行业是金银珠宝？各位，这个是不是金？这个是它的关键呐、啊，是不是金？金属，对不对？珠宝也是石头提炼出来的精华啊。所以你看，所以这个生金是比六金还好的。为什么？生金可以生水，又是水的，又是它的长生长生。然后又是他，各位，这个比劫是好的啊，你别看不好，因为他身弱比劫就好啊，各位，是不是？像他刚开始他不能创业，他要和别人一起上班，然后找到一个贵人，然后这个贵人就提拔他，然后他们一步一步，大家你再结合，各位，你再去结合流年，再去结合流年，你想什么？你看壬辰贵巳好的不得了，各位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就一直步步高升，然后是在一。我看是啊，二零一六年创业。为什么是这一年创业？他上班的时候就赚了几百万，就是帮别人上班就赚了几百万，然后他就买了一部好一百多万的车子。用他的话来讲，别人都还在念高，还在念大学，他就已经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了。但是往往是这种人容易飘，为什么？各位记住啊，凡是像王德峰老师讲过一句话，复旦大学，他说一个人在四十岁之前赚到的钱，如果说容易成功，就是害了他。我非常赞同，我身边这么多人，我做了这个行业，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在看我视频跟大家讲，一个人一定要先苦后甜。如果你年轻的时候赚到了钱，赚到了米米，你一定要出去学习，知道吗？以铜为镜可以增衣冠，以死为镜可以治心灾，否则你会飘啊，哇，走路都飘啊，像螃蟹一样横着走。要想让你亡，先让你狂。记住，你看看你身边人，包括当今的很多网红，三四十岁成了亿万富豪，最后出什么事？很多连人命都没有的。记住，一定要记住，像我们这种人怎么样？我自己吃过很多苦，到了今天，对吧？现在才四十几岁，但是完全不一样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李嘉诚也好，刘德华也好，曹德旺也好，任正非也好，为什么他们那么节俭，不该花的绝对不花。他知道来之不易，所以老子也有三宝嘛：一也持，二也俭，三也不敢为天下先。啊，所以呢，所以说为什么说这部大运很好？你再结合流年思维，那为什么是2016年创业？2016年，他刚好是甲申年的最后一，就是27岁。你看，27岁是不是？27岁刚好是2017年嘛，丁酉年，对吧？2016年创业，第一驿马动是不是就驿马？寅申主位是不是主驿马？而且寅午戌，他刚好他的驿马就是申，而且这一年可以创业，为什么？他也符合创业，他前面积累那么多经验，大运也走得好，所以丙申年是有变动，这一年创业，啊，这一年创业。2016、2017、2018稍微差一点，为什么差一点？五系嘛，各位是不是？啊，然后2019、2020都非常好，这几年可以告诉你，一下赚了几千万，几千个大表。各位，你想一想，一个30、20岁之前，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，各位，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。当别人都还在读书，还在解决工作的问题的时候，还在解决房车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身价3000多万了。我当时就把他断出来了。各位，为什么呢？所以说，后面我就跟他讲，他今年找到我的，我为什么敢说？我说去年带来破，今年带来破财，而且破得很大。各位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看。当他叫各位乙酉大运怎么样？乙酉大运不是很，虽然说是庚金的阳刃，
各位是不是子又相破，又系相穿啊？所以呢，这个午火它的直接就攻，又系相穿嘛，你穿就是害啊，就像一只老虎一样，你不兜它没事，你一兜它它就咬你。所以呢，丁火直接就不去克这里面的酉金，虽然说不能克完了，但是庚金是有力量的。但是直壬水还是要靠有根呐、啊。为什么生金这么好？所以都是金，各位，一个生金，一个酉金，这就你会发现，看它的刑冲克亥合，明白吗？都是没得说啊，它喜金，都是生也是金，酉也是金，都是主金，那为什么又不一样呢？各位有没有听懂？所以生金当然更好，因为神子合呀、啊，各位合作又是水的长生，它里面是不是有壬水？各位听懂了吗？这个又是干货，所以乙酉大运不能说不好，不是太好，没有庚加申好。所以呢，你看看壬寅为什么不好？壬寅寅午系直接合火，各位火的力量都水全部烤干。第一克，各位这个系统本来就会克这个子水，你再看看壬寅寅午系，各位是还不是？所以去年直接亏了2000多万。各位对于一个突然之间啊亏这么多人来讲啊，然后又离婚，各位你想什么概念？跌到人生的低谷啊！还好这个人他不会放弃，为什么不会放弃呢？因为壬水是阳的嘛，各位是还不是？下面作为子水，子水又为阳人，他毕竟还是有根的。根基嘛，还是有慢慢的来生他，所以他不会放弃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他现在还是乙酉大运嘛，所以呢，开始出去反省，然后又开始出去学习，包括去学习一些成功学，什么朱文强的啊，什么很多老师。我建议大家出去学习啊，朱老师不错的啊，千万不要说人家成功学有他的帮助，没有帮助，没有那么多的去学的啊，你要学到人家的精髓。好，所以呢。那么今年肯定也不好，明年会有所好转。各位在，那有些老师说，你看老师丙系大运是不是不好 ？OK， 很厉害啊！丙系大运，土匪流年找到亥子丑辰，啊，申找到这样大运好了。如果再走火运，这样的话一定不要乱投资，要稳，要稳呐、啊，各位。如果再不大运，我跟他讲了，再不大运，37到47会折腾一点。各位，你看这两部运不得了啊！你看看丁亥壬子就不得了啊，这个人我告诉你，我跟他讲，你只要好好干，只要好好努力，懂得学习，懂得与时俱进，这个八字绝对是个亿万富豪的，跑都跑不掉的。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格局就摆在这里，他无火这么旺，这么多财，而且这个人能藏得住财，为什么？财不透出啊，男人财就不要透出，明白了吗？透出嘛，我们说的太容易显摆了，都明白，而且他有个财库啊，他一旦进入丁亥壬子，各位是不是？这什么概念啊？所以各位这个案例是什么？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各位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个视频呢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利。如果建议大家多看几遍，从头到尾多看几遍，再把上集看一下，谢谢。